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，圣诞节来临了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获得一款自己喜欢的定制装扮呢？有没有啊？你们有没有收到定制装扮呢？其实哥哥要告诉小伙伴们，我们的迷你大大其实已经给我们早都准备好了，只是你们没有发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去一起来看看他。在这个活动中啊，你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圣诞登录福利。这个圣诞登录福利呢，我们每天啊都可以获得这个圣诞铃铛。这个铃铛呢，存起来是非常有用的，小伙伴们。我们马上就去看看这个铃铛有什么用。我呢都已经全部领取完毕了。我们今天呢就来把它兑换掉。看到了没有？第一个就是一个帽子。而且呢，还可以兑换小飞鼠碎片。这个帽子的名字叫做一棵圣诞树，可能是因为它长得像圣诞树吧。我们现在直接兑换解锁，一个永久的定制装扮已经被我白嫖到手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兑换了没有啊？而且兑换完它呢，我们还可以剩下非常多的铃铛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是选择兑换了小飞鼠碎片，因为我觉得小飞鼠碎片比较好一点，其余的这些装备的话我都已经拥有了，所以说不需要再兑换它们啦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兑换的是哪一个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。现在呢，星光熠熠女孩和云宝女孩呢，这两款皮肤都已经上架了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小伙伴们你们是喜欢星光熠熠呢，还是喜欢云宝女孩呢？你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出来哦。哥哥想看看喜欢星光熠熠的人多呢，还是喜欢云宝女孩的人多呢？我们现在啊去定制装扮来看一下。这个定制装扮已经发现了我刚才白嫖的这个装扮，哇哦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这个帽子真的非常的高，小伙伴们你们喜不喜欢呢？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